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在哭。我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他明明抛弃这个家，我爸还会这么难过？就只因为他快死了吗？我现在心情好复杂。不想让我爸难过，但我也一定不会原谅这个抛家弃子的女人。相爱的人，当初我见面的时候，已经是临终前了，觉得再大的怨恨都还不见了。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